Welcome to Dashui Talks, a show powered by Dashui Consulting, a China-based strategic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founded in 2010. 大家好，我是 Miro， 我是 Double V Consulting 双赢咨询的创始人。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帮助国外的品牌进军中国市场，我们会提供一些包括像电商运营、品牌推广方面的支持。我们最近也开发了一个新的平台，叫做 Chinaball Academy。这个平台主要是提供一些线上的课程以及研讨会，是关于中国市场、中国电商行业以及就是品牌推广方面相关的一些课程，给到一些对于中国市场有兴趣的人去学习的一个平台。在疫情期间入驻哔哩哔哩的品牌方，在营销方式上是否有做出一些改变？具体是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品牌在 B 站上面会越来越多的去尝试直播这一个活动和用户进行沟通，因为直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和用户直接沟通的一个方式，而且直播的话对于你的这个品牌的宣传啊都是会很有好处的，因为其实用户他可以直接跟品牌方沟通，并且他也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产品的一个样子，就是会觉得距离感上没有那么强。包括很多品牌他也会在这期间会更多就更频繁的更新视频去和用户进行互动，然后也有很多品牌它是把线下的活动直接就转成了线上的直播，就在 B 站上面直播。因为 B 站上面其实是一个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品类是就是科技类的，所以科技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手机啊，像家电类的产品就是会非常受欢迎，所以为什么很多手机品牌像小米、华为、 vivo 这些都会在 B 站上面做推广，他们就是包括一些直播它的发布会就是都会在 B 站上面做，所以就也是就是在这期间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包括像麦当劳它的新品发布，它为了真正去可以就是接触到这些年轻的用户，他都选择了 B 站作为他的直播平台，所以也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品牌，因为他可能传统上的话可能更多会是在大平台上像微信、微博，但是现在你为了去真正去能够接触到年轻的用户，所以很多的品牌他会选择更加小众一些的平台，比如说像小红书、B 站这样子真正年轻人聚集的平台，这样子它其实会更加精准的找到他们的目标人群。所以如果是品牌想要去找年轻用户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会选择 B 站作为他们的一个推广的平台。新冠疫情期间，您是否有观察到某种类型的 KOL 在哔哩哔哩平台上变得更受欢迎了？其实我们会看到，因为像 B 站上的那个 Vlog 其实是其中一大特别受欢迎的内容，所以在疫情期间其实越来越多的博主开始发 Vlog， 然后像 Vlog 博主也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他们会有更多时间去在家去拍这个视频，然后去跟他们的粉丝去交流或者是分享他们日常的生活。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也有一些对于像 B 站比较特别的一点，就第一个是我们知道 B 站是一个 ACG 的平台， ACG 就是像 animation 那个动画 comics 是漫画，还有 game 是游戏，就是像 B 站上的游戏类的直播会非常多，我们会看到很多游戏的博主他们会直播他们就是整个玩游戏的过程，包括玩一些手游或者是那个 online games 的就是线上游戏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疫情期间其实也是游戏这个类别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多，而且也是很多用户会喜欢看游戏直播，所以游戏直播的这个 KOL 也是它会更受欢迎一些。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B 站上面有一个Hashtag 很出名，叫做 Study with me， 它的一个话题。而它这个 Study with me 其实很特别，是它的这个用户他会去把他的整个学习的过程直播下来，就是他直播的时候他其实不会去说话，不会去聊天，他只是很安静的坐在这里去学习，或者是去看一本书，或者是去做一张试卷，这样子就是
就是它不会有任何沟通，但是会有很多用户会去看这样的直播，因为它就是把这个直播的人去当做他的一个好像一个坐在他对面的和他一起学习的一个同伴一样，就是会让他觉得没有那么孤单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就是这个也很特别，就是学习打卡的直播就会很多人看，因为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里学习，所以就很多人会好像去 B 站上面找一个学习同伴来一起学习，所以就是像这种学习打卡直播类的这个博主也会很受欢迎。您对近期想在哔哩哔哩平台上开展营销活动的品牌有什么建议吗？我认为就是在，因为 B 站是一个很特别的平台，他们的用户群用户习惯都是很特别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品牌想要在 B 站上面做推广的话，首先第一一定是要先了解你的用户，就是了解 Z 世代这样的一群用户群，以及了解他们的兴趣，要去真正是学习 B 站的语言，就是 B 站的用户他有自己的一整套语言，你不能把别的平台的一个 campaign 就直接 copy 过来到 B 站上，这样是其实是没有用的。包括是一些很 hard selling 就是很硬广的一些广告，或者是很正式的一些内容，在 B 站上面都是一定是不会受欢迎的。就是你在 B 站上即使是做广告，你可能都是需要这个广告里面是需要有提供到一些价值或者是一些有用的东西去给到你的观众，而且你的 campaign 一定要是非常 creative 的，就是 campaign 一定要很新颖的形式，很新颖，这样才能够吸引到用户，不然的话用户就会觉得就会这东西很老套，然后年轻人是不喜欢看的。所以就一定是要真正了解你的用户，并且是要去学习 B 站的语言，用跟用户的语言去跟他们交流，这样才是最好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一定要选择合适的 KOL， 是一定是要 B 站原生的 KOL， 这一群的 KOL 才是真正知道怎么和 B 站的用户去沟通，因为而且 B 站的用户也会更加信任原生的 KOL， 所以就是在选择 KOL 的时候一定是要非常的仔细，非常小心，就是要知道什么样的 KOL 才适合你的品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 B 站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叫做弹幕，就是其实弹幕的话就是这个是品牌可以加以利用的，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弹幕更好的和你的用户和你的观众去沟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如果弹幕用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就是会有品牌危机，但如果弹幕用的好的话，就会能够和用户做一个很好的沟通。Any questions? We will find an expert to answer them. Drop your questions in the comments or send us an email, dx@dashwayconsulting.com.